做脊椎。我叫的是，就是以你的肥肥的躯体做出来的一个模型。肥腰，人家原本是这样呢。我们现在在缠住孔建奇，他的手没有肌肉线条，所以我们有点为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波。感谢不报，大爷。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还打哈欠，他看到了一个猎物，哇，就是摄影师啊！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支架更浓郁一点，然后对，所以就呀，运动也该。我流血了！哎、欸，你狂流哎、欸！我怎么流血啊？也是啊，我动作太快，忘了没有看呐、啊，他就往左手边，往左手冲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这组的新闻报告。首先，先来看看我们目前的状况。对，就是他了。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要讲什么啊？我们今天呢，就到这里了，你们自己看啊。我们今天完成了躯干，他肩膀掉了，脱臼了。啊、我们今天呢，把人组合在一起了。对，那